自从染了火龙果头发之后，大家满意了，徐总不满意了，今天要开始过来给我剪刘海，马上就到。西装的左臂上灭顶之灾，于是我们拉了横幅，欢迎徐总莅临小品车库参观。等会儿带他感受一下松散开在人群中的社牛。那个男人他走来了，太恐怖了，他怎么走得那么快？他是不是看贝贝家了？徐总啊，我看你头发长了，你看新工具。哎呀，这车真漂亮。看你旅游凉快，那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自己说的啊。你给我剪刘海的话，我就带你去人字的地方，再兜一圈，你感受一下行不行？行。你敢吗？敢。很多人看的。很多人看就好。剪到哪儿了？没有，下面一点点。我们就开着这个车带徐总去人最多的地方兜一圈，这不是挺折磨我吗？难道徐总也感受一次？您慢点啊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没法下眼，你还是洗一洗去吧，颜色也不好看，像个猴娃。猴娃没有坑着香氛共有洗发水。你真的太懂了，这个很清爽舒服，而且自带那种高低沙龙香氛的味道，花椒木味好香啊，清清甜甜的，一点都不腻。哎，这个头可发亮，是吧？还蓬松。徐总，你不是想坐那个车吗？咱们现在先坐会车，再回来剪头发，行吗？行。啊，耶！这车确实漂亮。我感觉你有点紧张。我不紧张。徐总，我看一下你眼神。徐总，你把眼睛打开啊。就别害怕啊。不害怕。行，那戴上墨镜吧。出发吧。别害怕。哎，你的车开得真不错。徐总啊，嗯，你能剪不剪刘海？我这能剪吗？能剪吗？他这个现在正合适。哎，你好。徐总啊，你这个头是个圆弧形的毛寸，圆方形的毛寸。嗯，那我听您建议，我留长一点，到时候找您给我设计一下啊。有好多粉丝啊，现在开心吗？开心。这边好多美女。我老婆。你爱她？以前是我老吵架，现在啊特别爱。哎，现在老伴确实美。你停车啊？咋了？你留下我给你剪一剪了。